各国有趣的谚语啊，这第三期我们继续看。Iceland 是冰岛啊。Empty barrels made much noise。空的 barrel 是大桶啊，就是装那个原油啊、石油大桶啊。以前那个船，以前古代船上里面也可以摆火药啊，可以摆苹果啊，摆一些食品啊，摆一些东西等于储藏物。古代没有冰箱啊。空的桶子有最大的声音啊 ，most noise， 最吵，空桶最吵。当然也不一定是桶啊，空瓶子、空罐子也是一样。我们说中国话说啊，半瓶子啊，半瓶水晃得最凶啊。那外国是空的桶，声音最大啊，因为东西在里面啊。如果是里面满的话，声音就不容易出来。里面啊一个空的桶啊，里面摆一个金属什么东西，摆个石头什么的，哐哐哐啊。People who are talk often don't know a lot 啊，就是它比喻成啊，它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很多这个成语啊、谚语啊，表面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实际上它意有所指啊。就是形容啊，人啊，老实说，说的最多啊，但是懂得最少啊。所以很多我们看到职场上啊，社会上很多人啊，话很多，但他其实不是最懂啊。那懂得很多，他话不一定啊，他可能这个比较沉默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懂的东西多少，不是说他话讲的多就他懂得多啊，不太讲话就不懂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有学问他不一定讲，他有时候不屑讲，不想讲啊，该讲的时候才讲，不想讲他就不太讲。有些就是啊，反正一有人啊，话就很多啊。所以现在不要被电商的名嘴骗了啊，名嘴话很多啊，其实名嘴懂得有限，不说都不懂，懂得有限了。但是这个现在媒体很烂啊，媒体也很烂，新闻媒体啊，新闻也没什么水平啊，都是。大新闻不报，专门报受的，我是指台湾的 啊，专门报一些的嘛，什么社会新闻啦、啊，什么就被偷啊，都报一些小东西啊，没有国际新闻，台湾没有国际新闻，基本上没有国际新闻啊。然后啊，另外一个是啊，冰岛另外一个 ，the spoon maker children often have the worst spoons 啊，汤匙匠啊，做汤匙的啊，这个技师啊工人啊，匠啊。他的小孩往往拿最烂的汤匙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应该是汤匙匠用最好的汤匙来的，怎么拿最烂 ？Some neglect close ones while helping others， 啊，就是很多人他这个忽略 neglect 忽略啊，忽略掉他最亲近的人啊，但是帮其他人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做这个金属的啊，包括做汤匙的啊，客人定的哦，这个要钱嘛啊，用最好的。因为要赚钱嘛，小哎呀，瑕疵品啊，这个做不好，做坏掉了，形状歪七扭八，哎，没关系啊，自己用就可以。所以我小时候啊，有一个长辈亲戚啊，他是这个这个木匠、泥水匠都会做啊，哇，做的也不错啊。结果呢，有一次他叫我啊，叫跟我弟弟两个都是青少年，哎，给你们多少钱了、啊？意思意思啊，啊，把我家里油漆，他住的倒不怎么样啊。哎，我说你自己漆的话不是很好，我找工人了 啊，没有，我家里也随便做啊，你们小孩子，我说我们漆不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只要有漆啊，记住漆两层啊，漆一层太薄了，漆两层啊，漆的能看就好，不要漏掉就好，就给我们零用钱啊，就有种确实有种情况啊。印第安人的 When love reigns the impossible may be attained 啊，爱情啊 ，rain 就是主宰啊 ，rain 就是以前的缰绳啊，马的缰绳啊，动词就是用缰绳控制住，就主宰啊。当爱情主宰一切的时候，这不可能事情都会达成了、啊。爱情力量大，所以有人说爱情的盲目啊，海枯石烂，海怎么会枯石，怎么会烂啊？帮你摘天上的星星你怎么能摘啊？啊，为了爱嘛，倾家荡产啊，什么都可以做啊，杀人放火都可以啊，只要是为人就为了爱情啊，为了亲人啊。所以美剧啊，有时候很离谱啊！这个妈，这个军人啊，或什么人啊，杀人无数啊，杀了恐怖分子啊，当然有时候好人也不小心杀掉啊，杀多少人都没事啊，用枪啊，冲锋枪、机关枪，杀多少人都没事啊，啊，自己的小孩被绑票了、啊，自己的亲人啊，或者是、啊、海豹部队啊，一个
啊，同队伍的人被抓啊，不得了，天下大乱啊，不得了，自己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啊，别人骂我杀多少人都没关系啊，回来还开香槟庆祝啊，就是就是敌人啊，杀多少人都没关系啊，自己旁边的死一个人都不行啊，所以美国的美剧啊，美国电影就有这个问题啊，全世界死多少人都没关系，杀多少人都没关系，炸弹一炸，好人坏人全部炸死没关系啊，啊，自己的人死一个不行啊，所以这个。所以说美国也是超级自大超盲目的。爱尔兰啊 Irish 啊，它应该叫 Ireland， Ireland 啊， Ireland 是名词， Irish 是形容词啊。工作会赞美人的 啊这应该用这个赞。The word praises the man 啊，工作 work 啊，工作会赞美人啊。那我们就讲事实胜于雄辩啊，什么意思？If you do a good job, you don't need to toot your own horn. Your work will speak for itself. 啊，如果你做了一个很棒的工作，这事情做得很棒，你不需要去 toot， 就是本来是按喇叭，按你的这个 horn 也是牛角是喇叭，你不需要大名大放，不需要到处张扬啊。你的工作自然啊会说明一切啊，人家一看嘛，啊，你说你这个活这个工作怎么样啊？你说好也没用，你说不好也不一定真的啊。有人谦虚啊，明明很好，他谦虚，哎，不怎么样，或者马马虎虎了，也有这种人啊。好的，他说谦虚；那有人自大啊，明明做的不怎么样，他说，哎，我这个做的排骨开天地，我做的最好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不需要太张扬啊，看事实就好啊。你就算你做得好，你也不用到处讲，人家会反感，好吗？人家就做得好，做得不错嘛，又怎么样呢？看你得意的这个样子啊，人家会产生反感啊。就做很好啊，你就也不用讲，人家自己会去看嘛。如果人家说，哎，你这做不错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还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指教一下？那这样子人缘就很好啊，因为人是低调一点的，一般人会喜欢啊。你说高调，人家没办法，你却做得很好，你有钱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录的时候，这个台湾去两个一对这个明星夫妻啊，做老鼠会啊，赚大钱了、啊。这高调，你低调一点就算了，不是啊，高调的不得了，我家钱都到处都是啊，钱塞不下，不需要啊。像欧美的就好一点啊，有钱归有钱，但是他也不太讲啊，反正当你不讲，人家也知道你有钱嘛。那你有钱，你再讲，人家还是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会反感啊。Italy， 意大利啊。If you can't live longer, live deeper. 啊，如果你不能活得久一点啊，比如你有病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比如你知道活不到八九十岁啊，你可能只能活到五六十岁啊。啊，像贾博士有肝病啊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活到非常老，那就活得好一点嘛，就是 deeper 就深一点啊，活怎么活得深一点，就活得好一点的意思啊，活得深入一点。如果你不能活得久一点，就活得好一点吧，意大利人啊。None of us can predict how long we will live, which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to live each day with intention and purpose. 啊，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测啊 ，predict 预测啊，到底有多久我们可以活啊？没有办法。你说我身体健康不一定啊，哪一天得病你也不知道啊。现在所以很多人去这个有钱人啊，每年都检查好几次啊，没有错啊。哎，可是检查完又过两个月啊，三个月检查一次，而且就两个就是下次检查哦，肝癌症。哎，我怎么老是在检查？医生说我也没办法，上次检查是 OK 啊，那这次就出来了，就长肿瘤了，而且是恶性的。所以很多人没办法预测，或者你也不生病啊，也没什么大病，可是搞不好碰到战乱啦、啊，啊出车祸啦、啊，啊地震啦、啊，什么东西死于非命、啊、也是有可能，车祸啊什么一大堆，啊正常是比较不会啦、啊，啊但是意思就是说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所以什么事不要太铁齿啊，平常心就好，来了。再说啊，没有来算福气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活着每一天呢、啊，都有一个企图心，有目标，就我今天要怎么过啊？今天对家人好一点啊，对公司同事属下好一点，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？对人民啊，对公司啊，或对什么人，对家人好，就每天活得有意义一点啊。所以有些人伟人啊。有的时候不见得长寿，很多伟人都是短命的。所谓短命，就是可能有的二十几岁就死掉，有的三四十岁啊，不一定要活到七八十岁啊。他就是伟人啊，他虽然只活二三十年、三四十年或四五十年啊，可是他立了丰功伟业啊，他没有活那么久，可是啊，他创立了功业啊，立德、立功啊、立业。Japan， 日本啊。
A frog in a well does not know the great sea 啊，就是 well well 本来是副词啊，很棒的啊。Good 是形容词 ，well 是副词，两个不一样。Good G O D 是修饰名词 ，well 是修饰动词啊，形容词跟其他的副词啊，也可以当这个，也可以当啊这个井啊啊这个。舀水啊，舀水那个古代那个井啊，也可以当那个回旋梯啊，它所以意思都有很多意思。井里面的哇，并不知道大海，他没看过大海嘛。所以我以前那个结婚啊，去四川啊，去四川新娘啊，结果跟那个跟这个岳父啊聊天，他是一个算知识分子，小学老师，他是一辈子啊连这个四川没有出过，所以。在去那边住了四个月啊，每天叫我跟他2100全民开讲啊，讲什么叫大海，没看过啊，就跟他讲一大堆大海的事。哦，隔几天，哎，跟我讲飞机，飞机那么重怎么飞起来啊？飞机没坐过，有看过啊，跟他讲啊，飞机是什么原理，怎么飞上去啊？啊，没，常常讲一些东西啊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，这有些东西啊，一个人的见识有限啊。就外面的世界你很难去跟他解释，当然有些你跟他讲一讲他好学啊，讲一讲啊，他求知欲很强，他 也聪明，听得懂。有些没办法，自以为是啊，他就以为他的一切都对啊，像台湾人这种很多啊，像世界上这种人很多啊，就都以为自己凡事都对的。你跟我意见，像这个很多台湾所谓的网军啊，反正你意见跟我不一样我就修理你啊，你讲的对与不对我也不管了 啊搞不好他也认为只要跟他不一样全部都错，我就修理你啊，你有没有道理啊，以后再说，但是反正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先修理你啊，修你祖宗八代。然后另外一个日本一个 Fell seven times stand up eight 啊，你跌倒了七次啊就站起来八次啊，那我们中文有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差不多意思啊，摔倒七次爬起来八次就是那个不会灰心啊啊，愈挫越勇啊，所以曾国藩呢、啊，人家打败仗就是承认打败，曾国藩很厉害，他跟太平天国、这个经常失败啊，败多胜少，但是这老头子厉害，他说人家是屡战屡败啊，他就给清朝皇帝的奏折说啊，这个老臣啊屡败屡战，哎就好听一点啊，人家是我每次打都输，他不是。我每次输我不怕，我接着再打，屡败屡战，你看屡战屡是中国字啊，屡战屡败跟屡败屡战，所以毛泽东那时候延安那时候啊是25000里长征，你看那是被人家追着屁股跑，就他说我是长征，你明明被人家争啊，而不是我争人家啊，所以这个很多搞不清楚，以为说哎呦真的共产党当时很会打啊，25000里长征啊，不是，他是25000里被削啊，那个国民党的很厉害，那一个姓薛的啊，薛什么那个两个字的啊，特别会打，可是没办法，蒋介石就是不喜欢他啊，所以蒋介石大陆丢掉也没办法的，会打仗的他不用，把他冷落啊，不会打仗的只要你听话，我、哦、大兵给你带啊，大军给你带，所以不行，所以这个军事上常常输了啊，跑掉了就说转进啊，不说我夹着尾巴屁股跑啊。都被追着跑，说我转进啊，犹太人的 Jews 啊 ，Another understands what a child does not say。母亲知道小孩子没有说的话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小孩子很多可能不太会讲啊，可能肚子饿了不太会讲啊，想买东西不太会讲啊，受伤了不太会讲啊，心里高兴啊难过不太会表达，小孩子嘛 ，child 小孩子不是大人嘛，妈妈知道婴儿啊在哭啊，就是肚子饿了啊，笑了高兴了啊，再大一点哦，今天闷闷不乐哦，是不是没有买糖给他吃，是不是没给他零用钱啊，然后高兴了哦，他也讲不出什么高兴哦，刚刚吃糖好高兴，就知子莫若母啊啊，这个人之常情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母亲不知道儿子，不知子莫若母，哎，那怎么会这样子啊，你看很多社会新闻啊，这个强盗土匪啊政捷啊，捷运上杀人啊，很多杀人放火啊，然后当场逮到啊，然后大家是人神共愤啊，报纸新闻啊到处登啊，大家在骂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杀人放火啊，要判刑啊判死刑啊，马上斩立决啊赶快枪毙啊，
只有这个母亲出来讲话啊，全世界都说这个人该死，只有母亲说不会啊，我儿子很乖的，从小到大他是全世界最孝顺的啊，他不可能干这个事。那新闻都出来了，这一大堆受害人都出来，影片都出来了，冤枉不了啊，这个是证据确凿啊，这个是确实是他，这个影像都看得出来。只有马说不会啊，不可能啊，我儿子最乖啊，不可能啊，你们都误会他啊，所以不支持也常常是莫若母。所以很多电影电视也是一样，小孩是很坏啊，只有父母说啊不会啊，我小孩子在家啊，就警察一查啊，录影带什么一查，你小孩子不在家啊，不可能啊，他就要睡觉啊，录影带就查出来啊，他已经跑出去了，怎么可能，我小孩子很乖啊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把这个一集不要太长，我们再讲肯亚啊，非洲国家。When elephants fight, it is the grass that get hurt. 啊，大象打架的时候受伤是草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两只大象打打去，结果不分胜负，结果草被踩平一堆，就是牵连无辜啊。啊，所以以前日俄战争啊，日本跟俄国打，结果日本赢了。就在哪里打？你在日本打也可以啊，在海上打也可以，在苏俄打也可以，不是在中国都没打，所以中那一定会牵连无辜嘛。所以中国老百姓说这不是习惯，日本跟俄国打，那炮弹打来打去啊，这么枪打不长眼啊，知道？很多老百姓死掉，说关我屁事啊，啊，就受牵连。Fight the powerful only hurt the little guys 啊，所以这个。强权呢、啊，很有力量的人，在这个打仗、打架、打仗的时候，结果常常会伤及啊一些比较弱小的人啊。所以你说一次打仗、二次打仗，很多战争呢、啊，你说军人打嘛，你们军人去死，去死比较快，无所谓。结果他妈老百姓死的，搞不好更多。奇怪，老百姓我也没跟你打，这没办法，老百姓就被株连死掉了。Slippery ground does not recognize a king。就是很滑的地啊，不认识国王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有什么意思啊 ？Even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are just human deep down 啊，在某一个深处啊，就是以深层的意义来讲，最有权力的人啊，国王啊、总统啊、大臣啊、这个宰相啊、行政院长啊、国务卿啊，也就是正常的人啊，他也会生老病死啊，他只是国王。啊，权力比你大是没错啊，他可以杀你。可是，在某些方面，生老病死，老天是公平的，他活的不一定比你久。而且，中国历代的皇帝啊，活的也不一定久啊。为什么？活得太好了啊，这个妃子太多，纵欲过度。有的很多年纪轻轻的死掉，都十几岁、二十岁的死掉，纵欲过度啊，得了病啊，或者是精力透支啊。所以这个也是安慰人啊，说有些人啊，他高大上啊，他什么东西啊，地位很高啊，但他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都跑不掉啊，所以会滑地板啊，地板说我就湿啊，你要走过来你就滑倒了，我管你是小偷啊、强盗啊、大官啊、国王啊、这个乞丐啊，反正你走过去溜倒，我地板不认人的啊，国王也是一样，过来你就滑倒了，没用啊，这集讲到这里。